岳子远，杨潇是我的未婚夫，你却在这一路上跟他眉来眼去的，你告诉我，你现在有什么立场在那指责我？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，就算我现在捅杨潇一刀，那也是他自己倒霉，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杨潇有任何地方对不起你吗？还是我有任何地方对不起你？别忘了，当初一亩德标结束的时候，我已经答应过你不再和杨潇见面，是你来找的我，你希望嫁给杨潇才让我走的这趟标。我只让你走标，我没让你关心杨潇。杨潇只是和你定亲了，不是卖给你了，他有交朋友的权利，我关心他完全是出于道义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我喜欢杨潇，那又如何？我做过任何一件破坏你们关系的事情了吗？白璎珞，我有任何地方对不起你过吗？你在和我抢杨潇？如果我真的和你抢杨潇，那我现在肯定已经是杨夫人了，你根本不会有任何得到她的机会。岳子远，你只是一个镖师，家道中落，你根本就配不上杨潇。那你有比我高贵在哪儿呢？靠出卖朋友的秘密去博取眼球吗？白璎珞，或许你心里有过委屈，但是当你因为自身的痛苦而加害其他无辜人时，你就不值得同情。最后提醒你，我不会和你抢杨潇。如果将来有一天他和我在一起，那也一定是你亲手把他推给我的。岳子远，你居然敢这样对我！我不会把杨潇让给你的，我绝对不会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